在那下面嘛，走完一圈下去就是啦，那边下去就是啦。应该在下面。对啊，就在那边。凌晨走一圈外面的，很热，风还好啊。对啊，风就好了。下次要订那个敞篷的，敞篷比较高级啊。有冷气的，冷气不冷啊，冷气不冷，更热更闷。敞篷的吃沙子。